喝了那么多运动减肥的鸡汤，还是会累会懒会不想动，大道理我都懂，但还是胖着过了这么久。如果你把被大道理说懂，那我们就拿实打实的数据来说话，运动减肥的功力到底有多好，合理的运动是怎么帮助我们减肥的。减肥除了要通过管住嘴来控制热量摄入之外，若想让身体的线条更好看更匀称，还要迈开腿。加入了运动减肥的队伍，在减肥大作战中加入运动，好处可不少。一、有氧运动有效消耗脂肪，在进行有氧运动时，身体会通过消耗糖分和脂肪来供能，可以直接起到消耗脂肪的作用，同时还有增强心肺功能的作用。二、无氧运动提高基础代谢。为什么你和别人吃同样的东西做同样的运动瘦的却没别人快，就是因为它的基础代谢率高，每天能比你多消耗更多热量。无氧运动能够增强肌肉力量，有效地提高身体肌肉含量，坚持运动你的基础代谢率就会提高。有氧运动燃脂排行。一、跳绳男性10分钟约消耗110大卡，女性10分钟约消耗 93.3 大卡。知道跳绳很燃脂，没想到它竟然最燃脂。跳绳不仅能锻炼到全身肌肉，同时对消减臀部和大腿上的赘肉十分有效，还能塑造手臂线条。二、游泳男性10分钟约消耗88大卡，女性10分钟约消耗 74.7 大卡。游泳也是减肥效果亮眼的运动项目之一了，在水中运动时需要克服的阻力比在陆地更大，因此在游泳的过程中更可以锻炼肌肉，燃脂效果明显。此外还能充分锻炼到心肺功能，提高肺活量，有效增强身体素质。三、爬楼梯男性10分钟约消耗88大卡，女性10分钟约消耗 74.7 大卡。爬楼梯不仅能提高关节的灵活性，还能加快血液循环，利用好楼梯自带的坡度，还可以给平时的爬楼增加难度，充分锻炼到全身肌群。四、跑步男性10分钟约消耗77大卡，女性10分钟约消耗 65.3 大卡。跑步可谓是减肥人士最喜欢的运动了，它可以提高关节强度，韧带柔韧性，锻炼全身肌肉，帮助减肥。但在慢跑时要注意保持正确的跑姿和呼吸节奏，跑前做好热身活动，跑后也要拉伸。五、骑自行车男性10分钟约消耗66大卡，女性10分钟约消耗56大卡。比起爬楼梯跑步和跳绳，骑行对关节的损害较小，更适合体重基数较大的朋友们。骑行属于一侧支配运动，通过两腿交替蹬车使腿部得到充分锻炼，还可以同时开发左右脑，提高神经系统的敏捷性。六、健身操男性10分钟约消耗55大卡，女性10分钟约消耗 46.7 大卡。作为当下正流行的一项运动，健身操可以全面提高身体素质，提高心肺功能和肌肉耐力。平时跳跳健身操更能帮助塑造身体曲线，缓解精神压力。七、羽毛球男性10分钟约消耗 49.5 大卡，女性10分钟约消耗42大卡。打羽毛球时步伐多为短距离折返跑，能充分锻炼到你的腿部，让你轻松消耗热量，还可在抬头看球抬手接球的动作中充分锻炼手臂颈椎和肩部。不仅如此，打羽毛球还能提高你的反应能力，降低血糖水平，减少患糖尿病的几率，再降血压，预防动脉硬化等方面也很有帮助。八、跳舞男性10分钟约消耗 49.5 大卡，女性10分钟约消耗42大卡。跳舞可以让你在跟着音乐律动的同时有效甩脂，还有利于心脏健康，增强血管弹性，缓解神经和肌肉紧张，在动次打次间锻炼身体的协调性，提升你的气质。九、瑜伽男性10分钟约消耗44大卡，
女性十分钟约消耗87.3大卡。瑜伽是一项舒缓的有氧运动，大部分动作是拉、扭、伸等，看似柔和，实际上对肌肉力量强度、柔韧性的要求都很高。经常练习瑜伽可以很好的锻炼到各个部位的肌肉，减少身体多余脂肪，同时提升身体柔韧性。伸、走路，男性十分钟约消耗38.5大卡，女性十分钟约消耗32.7大卡。若是没时间进行系统的运动，那你可以抓紧机会多走走。走路能锻炼腿部肌肉力量，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，促进血液循环，每天步行有益身心健康，也能改善消化系统。想要运动减肥更有效，如何做？虽然运动好处多多，但想要收获最佳的运动效果，让燃脂更轻松，就一定要注意这三点。一、有氧为主，结合无氧运动减肥，有氧与无氧缺一不可。有氧能有效燃烧脂肪，促进代谢，增强心肺功能，无氧则可以增加人体的肌肉含量，让身材更紧致。在运动减肥初期，可以有氧运动为主，搭配适量的力量训练，到了塑形阶段，就可多做一些力量训练来增加肌肉量。二、搭配合理饮食，运动虽好，但光顾着埋头做运动也不行，运动之余做好合理的饮食搭配，将会是你减肥道路上一剂强有力的助攻。单纯少吃是绝对要不得的，在运动减肥期间，更应该注重均衡的营养摄入，早餐要吃好，最好有谷类、奶类、豆类、蔬果类食物搭配，不要油炸或熏制品，多食用鸡蛋、奶制品、豆制品等，保证蛋白质的足量摄入，碳水化合物不可缺，可选择燕麦、玉米等升糖指数较低的食物来当做主食，补充碳水，适量食用三文鱼、牛油果、坚果等含有健康脂肪的食物，可以更好的帮助燃脂，每天摄入足量的蔬果，为身体补充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。三、长期坚持，找对了运动方法，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很简单也很困难，那就是坚持，找准小目标，注重每一个当下，瘦下来就不会只是说说而已了。运动对减肥没有万般好，选到合适的运动更让减肥事半功倍，要不要把肥肉甩掉看你，十种最燃脂的运动都在这了，让你瘦得更彻底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